我本人性格比较开朗，喜欢运动，是乒乓球国家一级裁判员、二级运动员，篮球二级裁判员，田径二级裁判员，健美操也通过大中六级。只要我参加了，我拿第二谁敢拿第一？乐观是我对待生活的态度。当你的能力驾驭不了你的目标的时候，那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陈百冰，24岁，广西人，研二在读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专业。大家好，我叫陈百冰，今年24岁，来自广西，现在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2年级。现在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想求得一份教育类或者是销售或者是市场类的工作。希望各位老板能够给我一个机会，谢谢。你好。你好。你好。来，你的推荐理由。我一直以来还很偏好当过兵的呀，有运动员背景的这样的求职者，因为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叫坚韧的东西，是非常可贵的一个品质。尤其是当我看到百冰的这个简历当中，想想看，一个90后的女孩的求职宣言居然是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5年后你会感谢今天够狠的自己。我相信这个狠劲儿，如果用对地方的话，在职场上会大爆发。谢谢谢谢各位。你是这样的人吗？我是。为什么要对自己那么狠呢？就我做事挺拼的，因为我练体育的嘛。然后你练什么？体育高考是考4项啊，100、800、立定跳远、后抛、实心球。你拿过什么金牌、银牌吗？金牌呀、应该就是一个区运会吧，然后就拿了区运会400米跨栏的破纪录、然后金牌。你大学的第一份兼职是做什么？大学第一份兼职应该就是在那个影楼里边，当小蜜蜂吧。小蜜蜂啊。拉单。成绩怎么样啊？因为他是周六嘛，然后周六那天只有一单，然后我去的第二天15单还是16单，反正差不多有7-8万吧，7万，反正。赚了多少钱？我赚了595。595，还记得这么清楚。对，我、因为我领的第一份钱，我这上面写你最大的收获是这第一份钱拿去吃了肯德基是吗？没有，是老总请了我们吃、是那个，因为他觉得特别好、就今天那个销售额超额完成，然后就特别开心，请了所有。你给他拉了10多单，挣了好几万，他就请你吃个肯德基。不是请我，是请所有人。所以肯德基好吃吗？肯德基我没吃。为什么没吃？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东西。然后你没吃，那个鸡去哪儿了？我留给我男朋友了。鼓个掌啊！对男朋友多好啊！我们只听说过神给妈妈吃的，啊，神给爸爸吃的。没在北京。我知道他神给男朋友吃，你是有多爱他呀？男朋友还处着吗？处着，好，不是那特别棒啊！让你男朋友永远记得那只鸡。不是，干嘛？跟你说，那肯德基给你男朋友吃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就吃了呀。什么人呢？这是，你没跟他说这是你省下给他吃的呀？没有，我说我已经吃了。我说我问老板拿了2个。你男朋友他以前吃过吗？我不知道呀，但是。我觉得我没吃过，我觉得特别奢侈。我们家是去年才有肯德基，去年才开了肯德基店。一直都没有。我们家人，我爸妈都没吃过呢，所以我现在特别渴望能多挣点钱，然后我想带我爸妈去。你男朋友什么情况啊？要不是特别好的话，我可以给你换更好的。没有，很好，特别好。真的好。你不能用一只鸡判断他们的感情。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是，稍等一下，拿话筒来，给那女孩子哭得稀里哗啦的。来说一下你的感受，快点，来，你为什么哭那么稀里哗啦的呀？我就是感觉挺感动的。你男朋友这样省东西给你吃吗？也有这样想。是我争着，我跟他争着吃。所以女孩子说多跟他学习，会学会疼老公、疼男朋友，那就好了，我男人的日子就好过了啊！谢谢你啊！好，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谢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那个百冰的一个背景，从小其实被家里人遗弃过。你介意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吗？因为我家里面可能就是比较重男轻女吧，
特别想要我弟弟，然后就是把我扔了下，然后要我弟弟，就这样。而且我小时候可能是就是没有膝盖骨，就是髌骨没有，就是就跟这个没有这个一样，可以随便转。没有盖儿，没有盖儿。哦，但是，所以就是一残疾，就其实我也挺能理解他们。所以百兵，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其实他这是有整个过程的。其实他说的比较简单，其实他曾经是因为残疾而被遗弃，后来又捡回来，是吧？没事，百兵，但我有个想法，你跟你男朋友这个事儿我也很感动。其实我看那个材料的时候，我在那个演播室那个休息室里，我当时就快哭了，啊！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事儿里呢。精神很好，但是你把你自己的位置摆太低了。没有，你跟你男朋友是分享，是同甘共苦。那个汉堡你可以带回去，一人一半，知道吗？你要尝尝那个汉堡什么味儿，然后跟他一起尝，这种状态才是对的，而不是说你苦着他，苦着自己，非要把所有都给他，这种状态不对啊。不言，你也小题大做了，就不是一只鸡吗？还一半？不是不是，这是一个心态问题，就是哎，百兵从小特别受苦，所以呢，他可能在这个。关系里面也容易把自己摆在一个不严谨，这个真的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我告诉你啊，对于很多有那种童年被遗弃经历的人来讲，他是讨好型人格，就是他个性当中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对呀、啊，所以我跟他说，你可以更好一点。哎，不矛盾，不矛盾，一点都不矛盾。行，下次我试一下。对，我觉得要鼓励这样的爱，一人一半，一人一半，一定要注意，一点都不矛盾。其实你是零，他是一。其实沈百兵还挺会赚钱的。其实你在校内你是摆过地摊是吧？哦，做过兼职乒乓球的老师，收入都还挺高的。对，挺高的，啊、但是不稳定。你摆地摊是赚多少钱？两天赚12000吧。两天你摆什么地摊？两天赚12000？没有，因为开学嘛，我们学校大概来了新生3000多，嗯，然后还有一些老生嘛，啊、嗯，我摆的是那个，我租了个摊位向学校里面申请，嗯，然后就在学校里面摆生活用品。然后你还做乒乓球的教练员，教练陪练，嗯、那个能挣多少钱？教练的话，教小孩大概100到120一小时，教成人普通成人120到150，然后陪领导的话150到200。什么叫陪领导？就是我会去各个单位啊陪领导打球、嗯、或者是学校的领导啊。你这挣的这么些钱都花哪儿了呢？因为我第一次挣了第一年、嗯、好像是应该有7000-8000吧，然后我妈是大年三十生日，我给了她3000，然后我就拿我反正基本上我一分是不剩的，然后给我弟弟买了东西，给我爸爸买了一套西装1000多了。家里原来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嫌弃他，但是他如此的感恩，给自己的父母买东西买礼物，很多就即便是在成长期没有受过父母遗弃的人也并不做不到这样，但是他都能做到这样，所以感恩呢、啊、是你身上最大的优点啊！掌声送给他。好，一个能感恩能吃苦多才多艺的女生，第一轮选择去火流。还有11盏灯保留，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我想请几位老板可以过来跟我跳一下健美操。我没上来过的都弄上来。对，但是还是要把武王段东弄上。熊上门上来，熊上门上来。段东你自愿赶快上来。代表我们的一贯的水平是吧？没女的这没有美感。好影好影。好影跟尹峰都上吧。音乐。哎呀，很嗨嘛！他不有点。先看我一个，是吧？慢一点，人家分解动作，咱们跟不上。你有没有老年组的？手不让动，手拔起来，准备交叉步啊！老段，你那是老鹰捉小鸡呀、啊？哎，你跳点整死他！好了好了好了，你已经快把他们弄死了啊！对啊，我来评判一下，应该比较专业啊，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3年的竞技大学生竞技健美操的这个全省第二名。哇塞，太厉害了！所以，但是我通过我刚才跟你学的过程当中啊，我是觉得就是首先你要先告诉大家分解的几个动作，哪怕不需要多。
哪怕就是四个八拍就够了、嗯、然后让大家知道大概的动作是什么，然后用你的热情，然后用你的那种奔放和节奏感去感染大家。嗯，我们掌声欢迎郝颖带我们跳舞。来来来来 来来，就刚才的音乐，你教我们来个两个简单动作，两个八拍，来吧，把鞋再脱了吧，赶快你全程这样，你稍微你简单动作你记得吗？对，你一定要把段东要教会啊。第一个八拍就是大家就是原地踏步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1 2 3 4 5 6，就是首先第一个八拍是这个啊，1 2 3 4 5 6 7 8，然后第二个八拍就是，然后你的手就是左手向左伸，然后两个踏步，对，是后交叉的两个踏步，然后好，第二个四拍是右交叉的两个踏步，然后这是第二个八拍，第三个八拍是，然后左手掐腰，右手，右脚向后伸，然后右手向前，对，就是一、二、三、四，然后第二个五、六、七、八，来，大家一起来试一下，记住了吗？大家跟我一起学就好了哈，来，我一起喊。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3 2 3 4 5 6 7 8，4 2 3 4 5 6 7 8。好啊，来，谢谢谢谢谢谢啊。所以你认为是郝颖教的好还是你教的好？他教的好，我教的有点乱。你不是教，你压根儿没怎么教，你就在前面一直在，你是领舞，对，你不是教舞。是、啊、我还，而且动作太连贯，所以导致呢大家没有看到分解动作，好吧？嗯。你今天求职意向是教育类和销售类，你所指的教育类是什么意思？教育培训吧。也是做销售。不知道，其实我就是我的。专业就是体育教育嘛、啊、就可能发展方向就是老师，然后我就想来听听老师的意见，觉得我能适合干什么。他的专业是体育教育，那你这样跟老板们说说，你的这个体育教育专业如果说拿到优生教育的话，在哪个领域有可能会派上用场？嗯，您最近推出那个少年游，可能我能胜任。那你做哪种呢？是活动执行啊，还是说活动策划呀、啊、还是说你去做这个市场推广啊，还是做什么呢？哦，我觉得应该我比较适合于市场推广吧。百平，我也有个问题啊。嗯。你打球认识那么多董事长，你有没有找他们去介绍一些工作机会呢？没有。为什么？都是朋友了，球友。这没有发展成你的人脉吗？其实我跟好几个领导也蛮熟的，就会聊到生活，聊到什么。但是我不会刻意的要去拿他号码，然后我就问他：“您这个有合适我的工作？”我不会这么说。为什么？我还是挺有原则，我想自己拼。那个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比较关心，就你那个期望薪金5000到8000，弹性挺大的，这是为什么呢？肯定是，如果按我个人意愿，我肯定是希望高一点。然后那你凭什么认为你值8000呢？那今天如果有个你想去的喜欢的行业，他给5000，一个你可能没考虑过的行业给7000，那你肯定选7000的了。不一定，不是。好，坚持自己。来，第二轮选择去火灵。还有发展灯，肯德基来了是吧？是，我刚才专门想给他买点肯德基，结果他说这边这个店东西不全，没关系，实在不要，来来，我让他跑远点了。好，这我这助理太抠。陈陈浩有心了，我觉得这挺细心的。谢谢，一会儿管够，一会儿让他再买一点。什么？这是管够，吃的就可以了。什么管够？意义很重要。来来来来，现在就吃，边吃我们边听，你吃我们听。我特许你在这个台上可以吃肯德基，好吧？没事，你吃着吧。啊，来，陈浩，你自己说一下你推荐的职位，咱就一边吃一边听啊。我可以一会儿再吃吗？你吃一口嘛，人家刚给你送过来热乎乎的嘛。谢谢，对吧？一会儿他会再打包回来的。哦，来，你说你的推荐职位。那个其实运动员我们都会有偏好的，所以我给你的是我们集团全国加盟中心的管理培训生，输出方向是市场营销方向。市场营销方向，嚼吧，没关系，吃吧，没关系，吧唧嘴都没关系啊。这还是很有意义的汉堡，特别有意思，有意义的汉堡，我这辈子都会记得。好的，来。我们可以给的是，用户支持或者研究员助理。
你这种很纯粹很认真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好的啊，白冰，第一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有很多 match 的地方啊，所以就是我非常希望你可以来加入我们上优网。给你的岗位呢，就是做我们留学顾问。尹峰，国斌的善良和付出身上有一种母性的光辉，这个跟我有点像，对，所以我特别喜欢你。对。所以咖啡记为国斌留的岗位是迷你易这个项目的营运助理，咖啡记欢迎你，谢谢。段东，刚陈浩那一招太狠了。吃嘴软，男人手短，我相信你不会因为这个来影响你的选择吧？我的心态就是流血流泪不留遗憾，对，因为我要强。我觉得陈浩是个非常好的注重情感的一个老板。是。那么五八同城给你提供的岗位是两个，一个是大客户经理，另外一个是销售方向的管培生。好的，谢谢。来，叶子龙，有一个事实你得知道。给你买那鸡也是我们俩合着买的，真的？什么？是我们俩合着买的。我一会儿我把那钱给。不，你跟他这么远，你都商量好了？我们俩商量好了，这么合着。是吗，陈豪？是吗？说真话。我是我们所有老板的心意。哎，那你就明显被陈浩阴了呀。也代表了我。陈浩送的时候可没说跟你有关系啊。开玩笑的。我给你的这个岗位呢，恰恰符合你的这个要求，就是销售类的岗位，就是加盟部的专员这个岗位。但是呢，我还给你第二个职位呢，就是我们医院的体育教练。这个两个职位呢是同时给你的，你是拿两份工资的。来，小庄，我们新阳道给你的职务呢，是客服专员，也可以，后期也可以往销售这个方向去走的。谢谢。哎，小庄，美国女孩会那么客气的去对另一半那么爱吗？都有。都有。对，这个是看具体哪个女孩。徐瑞，你不知道。小庄对老婆多好吧？那是受到我们中国男人的影响。不过我就说实话，我对他好也是因为要，但我是吃过肯德基的，但我们吃肯德基，啊，他也会给我留下来。你没吃过肯德基，那才叫怪呢！我问你，你吃过叫花鸡没有？也吃过叫，不过叫花，说实话，叫花鸡比肯德基要好吃多了。别说了一句真话。来，陈多宇。欧品购这边呢是做外贸电商的，那其实我想给你提供的工作岗位呢是一个就是管培生和一个大客户经理这样的一个职位，一共有1、2、3、4、5、6，有8盏灯，要灭掉6盏，留下2盏。给你一个建议，就是此时此刻去灭灯的时候，忘掉那只鸡。请。Okay. 我帮你拿着。哦，谢谢。我帮你拿着啊。谢谢。哦，我天，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谢谢。齐俊元，再见。还要灭掉3盏。谢谢。还要灭掉2盏，抓紧时间，忘掉那只鸡。对，陈浩采取了掩耳盗铃的策略，不与选手目光相视。还要灭1盏，还要灭1盏，还有1盏。不好意思，是吗？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忘掉所有的事情。他能忘掉那只鸡吗？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好，请回。好纠结。有请陈浩、叶子龙谈钱不伤感情。谢谢。坦率的来说，是不是那只鸡绑架了你？有没有这样的因素？因为这两个老板都说，其实我挺喜欢陈老板。记好了吗？请揭晓。5000加，这里来个5000加3000。哦，你这个偷机取巧的家伙，
没有，我实事求是啊。我知道人家是5000到8000，你就来两份工作，我这是两份工作，一份裁判，一份另外的工作，不是裁判，就是那个，就是我们文体委员嘛。啊，文体委员，你可是用尽心思啊，你啊。因为我们医院呢，由于我自己的原因喜欢文体呢，我们整个企业都非常喜欢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你能加盟进来呢，我觉得这块会做得更好。我们现在有篮球队、足球队，就好像没有乒乓球队，没听说。我们还有游泳队，你有这意向吗？可以组建一个乒乓球队吗？对，游泳队、乒乓球队我们都有。那个，我们人员工挺多的。他们俩的公司现在都向体育方面急速迈进。对，就为了你啊！能给我个建议吗？其实，如果你真的明白你为什么来这儿的话。其实是很清晰的一件事情。你自己最初的意向是什么？你上面写的意向是什么？你很清楚，好吧？嗯、来，15秒钟时间，请考虑。要养。所以你的选择是优胜教育，或者是梅尔木眼科，或者是谢谢再见。你的选择是。3、2、1。优胜教育。去吧。我之所以选择优胜教育，是因为一开始我就是有点冲着优胜来的，我就搞教育的。但是肯德基可能也有一部分吧，因为确实让我很感动。我觉得那个一个企业一个很好的老板，懂得关心员工，老板特别重要。直到今天这一天，我们才觉得那只鸡原来能够代表这么浓重的感情故事，所以我真的建议那只鸡把这个故事纳入自己的品牌故事，会树立它不少的正面形象，那是好有感情的一只鸡呀！啊，这一次由要养卫选书为乐巴书为猴头菇饼干和助消化选消失乐巴消失饼干共同冠名播出的非你莫属，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